大哥，这是弄啥？出来了。晓得阿姨家在哪里，大哥？你这还有吧？上面都搁了那么多。好，我从上面盖你从上面堵啊。哦，那你没菜鸭蛋，大哥？你的是好心。热大路没有？没看到，我得走。好，看到了，在这里啊。拉杯酒，拉酒。你做那个鸭子做得辛苦嘞，大哥，要啥炒鸭子？鸭子下次再炒，今天我们就炒鸭蛋。加点盐吧。九百斤，起锅，烤，搁饭喽。好，回去。回去。